我听说，北极分厂的车间全都实行了透明办公。没错，我让他们把那个车间啊，那里面那个什么沙发椅全撤了。嗯，生产线对面那堵墙，我先换成玻璃了。以后啊，干部上班时候干什么，工人看得一清二楚。你再想像以前一样，中午你喝二两酒，啊，跑办公室眯一觉，门儿都没有。太好了，太好了！也就你孙和平能想得出来。我一直说，要换思想，不换思想就换人。 不换思想就换人，哎呀，和平啊，汉江中还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啊。毕鼎，你去找找杨柳吧，让他对孙和平放行。他已经把孙和平关在笼子里了，至于什么时候死还不知道，下场不会比我好的。杨柳他不是东郭先生，不会放虎归山的。我洪远希完了。 哎呀，这汉江重卡现在是积重难返。改制上市以后，又不思进取，那大锅饭体制换汤不换药，再加上那周到啊，不管不顾的，你隔三差五伸手要钱，难啊！不是和平，所以我想来想去，只有把你派去才能摆平啊。把我派去？对呀，去汉江重卡啊！是，你和王小飞对调一下，做汉江重卡的董事长、总经理。不是，梁书记，你。 你这太突然了，你这人。行，那个，容我想想吧。不，这有什么好想的，和平。现在大家都说你是我的第一大将，这种时候不用你用谁呀？当然，啊，我也知道，这个对你是一个挑战，啊，从一个好的企业到一个相对困难的企业，除了经济利益的损失。 还得承担很大的责任，但你是谁呀？你是孙和平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是吧？杨柳，这汉江重卡跟北极股份那可不是一回事啊！这怎么不是一回事？不都是集团下面的上市公司吗？汉江重卡是绝对控股，北极集团那是混合机制，这有什么区别吗？哎，和平，你别为退却寻找理由啊！好，我不说了啊，不说了。 那我走了，那集团的员工体能谁管啊？哎呀，周到建议的事情，周到兼职抓一下就完了，你不用管了。嗯，那我可不放心。那周到一天事儿那么多，哪顾得上员工体能啊？和平，当年北极那么困难的情况，你硬是杀出一条血路。现在的汉江重卡可比当年的北极情况好太多了，又以集团党委背后支持你，你尽管放手干吧。 其实啊，我觉得员工体能真得好好抓一抓，这工作挺重要的。不说什么体能了，我们就说重卡。咱不说重卡，咱们今天好好说这体能。孙和平，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杨书记，我敬酒罚酒都不吃，你跟周道看着办好。 最近集团事有点多，这阵子我不回来了，太晚了，影响你休息。你是怕我影响你的休息吧？我没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来了。哎，小华。秦清婷。哎，小华，你干什么？小华。秦清婷，够狠心的呀你！ 刘必定白叫了你这么多年秦老大了，你对得起他吗？关键时刻非但不帮忙，还落井下石。你忘了你当年是怎么说的了吗？
你说你让他支持你的工作，你们俩要做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现在可倒好，他遇到危机了，你不但不帮他，还背后捅他一刘备。一刀，你这是要置他于死地，你知道吗？小宝，一会儿好好说，你别那么激动行吗？我能不激动吗？人都要把他逼死了。不逼死了谁啊？刘备也不至于吧？怎么不至于啊？还有你杨柳，北极给刘备定的亲，你凭什么扣下来啊？你有什么权利啊？ 你是不是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你是不是早就想看他的笑话了？我为什么要看刘备定的笑话？你想报复他呗？不报复他什么？你说你报复他什么？报复什么？你很清楚呀。我清楚什么？秦小姐，别搅和了，行吗？你还嫌不够乱？一点都不乱。秦小华，我做什么该做什么，怎么做做的对不对，那都是我的事儿。至于杨柳，他做什么也是他的事儿。在必定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俩无论怎么做都有合理的理由，倒是你，你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我很想知道。我那是因为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到现在这种地步。那就回去好好想一想，想完了再管。闹什么闹？你也不小了，光长头发不长脑子。你少说两句。你是没意思怎么了？我还不能说他了。 一说他你就心疼，什么叫光长头发不长脑子了？你凭什么跟我在上的呀？就你长脑子的是不是？小杨，你就好好劝劝这小师妹吧。这些年被整的，学了些什么呀？撒泼打滚了还，跟他的气质不配。过分了啊！我怎么过分了？他跑到我家来大吼大叫的，我过分还是他过分？你让别人怎么想？我管别人怎么想呢？啊！我告诉你们两口子。 那你跟杨柳怎么回事啊？刚分手的时候我看他又不高兴了，你俩又吵架了？我吵架？我敢吗？他又来忽悠我，手段也不知道翻个新。齐小华又来电话了，说不能饶了杨柳，又把杨柳给缠上。他活该，我一点都不同情他，明明心硬如铁，还那假装怜香惜玉呢。 杨柳怎么想得出来的？居然把你对着去重看！调虎离山嘛，我能上他这当？我要真想整他，我就表面上答应了，随后让厂里员工三天两头去集团里闹，去要人。我同情他，没这么干。你这样做的对，毕竟是这种时候，而且还是这么大的一事件，还是要互相坦诚一点。哎，买车那事我否了，告诉办公室。 为什么呀？这车也旧了，该换了。再有这么大个上市公司，打住打住啊！谁浪费，谁就给我走人！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好，好，你说不换就不换。倩萍，不是我批评你，我现在困在这儿，家里就靠你和田野了。田野负责管理，你负责花钱，你是内当家，你不能大手大脚。你像买车这种事，在你那儿就得保了。 还抱我这干什么？知道了，知道了。嗯，好人你做，坏人我当。行，你要为难，那还是我处理。别，我处理。哎，别人这种小事破坏你的情绪跟决策。来，多吃点肉啊！看你现在瘦的呀。爸，你真是个恶霸地主。你好好吃饭啊，吃饭也堵不上你的嘴。
呢，我还想喝。你喝一肚子也不好好吃饭，那不喝怎么好好吃饭呀？别理他，去喝去吧。孩子大了啊，以后别这么跟他说话了。你后面别再带玲玲来了，这事儿还没结束呢。我知道，我也不想让孩子看见你出洋相。这杨柳毕竟是杨柳，不好对付。你也是，凡事都要讲究策略，别什么事都硬顶。哦，还有一事儿，一大学生在咱们二分厂实习期间得了白血病，我让直接送医院治疗去了。是不是跟他那个实习业务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但这孩子西北农村的，医药费肯定没钱付。那我想，他毕业志愿不是第一志愿填的就是咱们北基吗？那起码算咱们半个北基人吧，至少一只脚先踏进咱们北基。我们付啊，怎么列支你安排一下。行，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担心你那小气鬼的毛病又犯了。你这话说的，这跟买车能是一回事吗？该花的钱多少钱都花，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花。林老说的对。看这病得多少钱啊？你甭管。钱到了。哎，杨柳，今天我可能是太着急了，有些冲动，你们别往心里去啊。回头跟秦老大解释解释。算了，你别多想了，回去好好休息吧。哎，杨柳，毕竟的事儿。刘必定的事儿你别管了，现在这个局面你也管不了。我知道我管不了，但是你能管呀。算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就帮帮他好吗？这个事儿我一人也解决不了，我得上回研究一下。我知道，但是你是个好人，你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对吧？你告诉必定，别抱太高期望。有台阶就下，珍惜机会。好的，我跟他说，我一会儿就去找他。那你转告他，明天上午我带人跟他谈一谈，让他准备一下。好，回去吧。杨董，这边请。刘总。嗯，必定。嘿嘿，遇到困难为什么不打招呼啊？我们是大学同学，啊，又是战略合作伙伴，有什么事不能说的，非让小华说。哎，我可没让齐小华去找你啊，我不是孙和平，我不会忍辱负重。我这个人啊，宁愿牺牲在战场上，也不会向对手求援的。来，请坐。对手？谁是对手？我吗？必定你错了。我们是同学兼盟友。我今天就给你带来了你上周去抢从孙和平这得到的3亿现金。这太好了。那这么说，你们是要继续执行北基的那份合同？我们单纯以出资8亿收购希望自控的2亿1000万法人股。果然吧，这是又来一个趁火打劫的家伙。哎，毕竟你说这话就有点伤人了啊！什么叫趁火打劫啊？
我们的报价超过你目前净资产的价格啊，至少是30%的溢价吧。我们和简杰克不是一回事。简杰克的4亿，还有你刚刚报的这8亿，它都不是正常的市场价，都远远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那毕弟啊，那你来报个价，让我们听听什么是正常的价格。你不觉得这笔控股股权它至少要30亿吗？30亿？开玩笑呢吗，刘总？我开什么玩笑了，周总？我给北极的报价是38亿，孙和平派田野过来谈判，谈了3天3夜，协议1稿8次，最终定稿。最终，我们双方各让了一步，啊，达成了30亿的这个价钱。北极会在未来的3年里，将这笔款的付清。如果你们啊，你们能够一次性付款的话，我考虑可以再少3亿。那也得27亿，不能再少了。毕令啊，看来我们分歧比较大。这个价格的话，这笔交易恐怕是做不成的。不，就27亿啊！我也没想在公平的30亿的情况下跟你们签协议啊。这样，我呢，失陪一下，把这个空间留给你们，你们商量商量啊，我去去就回。好的，再见，刘总。要不咱退一步吧，退一步海阔天空，让让价。我可以让步啊，我就怕让到最后，终究还是达不成这个交易。行啊，孙总，这环境。行啥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有事儿啊？有事儿，大事儿。孙总，集团果然看上这笔股权了。什么集团啊？啊，你这消息哪儿来的？昨晚喝酒，周总亲口说的。你跟周道喝酒了？嗯。你请他周道，还是周道请了你啊？他能请我，我请他，就在集团小食堂。是这么回事儿，昨天集团找我来谈话来，谈得很晚了，都6点多。我就客气一下，我说那周总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吧，他说行啊，边吃边谈，就这么着，一人一瓶老酒，他就酒后吐真言了。杨国辉，你这个叛徒啊，叛变了还敢跑我这1050什么？孙总，我叛变，我怎么能叛变呢？刘必定说的没错。对能控股的主营核心资产呢，应该有进一步的溢价。我们加点价，12亿怎么样？我看可以，但估计刘必定难以接受，差距啊还是太大呀。你也多报点，14个。一步步来，先报12亿。怎么样，杨书记？哎，你们喝水啊！我呢，可以再让2亿啊，25亿，怎么样？刘总很有诚意啊，那我和汉仲也加4亿，12亿，怎么样？不怎么样。杨柳，你要是这么谈的话，我只能送客了。哎，毕竟。我们单独谈谈吧，就咱们2个人。好，有些话题我也正想跟你说说。师哥，你厉害啊，和平这次还是没能逃出你的手心。你知道的，
孙和平这个疯子太没良心了，混不下去了，奔我找范哲。北极上市的日子好过了，就想拉着北极出去单干，这是我不允许的。说心里话，你是不是妒忌他？我妒忌他什么？扯得着吗？这怎么扯不着啊？北极实行了股份制，他和他的员工都持股，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实惠。哎，是。 集团有人有议论，觉得孙和平和北极的员工持股占了大便宜，甚至包括连周到都这么想。我严厉的批评了他们啊，我说这是人家应得的，是历史形成的。这种气氛啊，对和平来说很不友好。而且我听说，周到一直惦记对孙和平打土豪分田地的。这是孙和平跟你说的吧？对，是和平跟我说的。嗯。 所以呢，你也就别怨他火线起义了。哎，说的倒也是啊。李丁，谢谢你的提醒。我们班子的约法三章、四大原则是什么？你忘了吗？啊？四大原则，第二条是什么？说。第二条，那个危机面前不动摇。 始终保持高昂动作。你在危机面前就动摇了？没有，没有。哎呀，你说我这油嘴咋还说不清楚了呢？杨国辉啊，你这就叛变了呀？我走的时候根本跟你说，集团就是要把我们班子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你们一个个的拍着胸脯跟我表态，结果呢，你第一个就被分化了。不是孙总。 没有，我这就权宜之计，就应付一下哈。我啥也没说啊，而且我也没表态。你请周到喝酒就是表态。不，杨克辉，你是不是犯贱呢？啊，人家找你训话，啊，来污蔑我们北极的改革事业。你倒好，请人喝酒，怎么着？打完左脸再把右脸伸过去啊？不是，还有脸泡我这论功领赏？我滚吧你！看就烦，滚！ 哎呀，行，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谁说我心情不好啊？我心情好着呢，哈哈哈哈哈哈！我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好过。毕竟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北极这次不成功的叛乱，是不是你挑起的？你又巧舌如簧，煽动孙和平火线起义，是不是？哎，你俩可是跟我作对的老搭档了啊！这次真的不是我挑的。 是和平他主动来找的我，我不信。他经常利令智昏，可你不抛出利益的诱饵，他不会混。行了，反正孙和平的这个闹剧呢也结束了，咱不说这个了，聊聊股权吧。志刚，如果你真的对这个股权感兴趣，那我再让5亿，20亿。 说句实话，毕竟这重卡机械真不是你老弟玩的，你还是搞资本运作吧。这重卡机械制造也是既累人又大量的沉淀资金，所以老同学，你就主动来找我，苦口婆心的让我退出。我是不好和你直说，怕你误会嘛。我没误会，我怎么会误会呢？ 你这一步步棋下的呀，我看得很清楚。先是卡住孙和平的脖子，断了我的后路。等到我资金出现问题，你就适时的来劝我退出，是吧？不愧是杨大善人啊，佩服佩服。毕竟，你要这么说，咱这生意可没得谈了啊。 孙总，您看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啊！我这都算好的了，我都没有聚集团检举揭发你。那田野已经写材料给集团举报你了，啊，说你长期以来背着集团另搞一套。哟，这么说你还是个坚定的革命战士啊？我是啊，我还得给发你个奖章啊。那不用，你得给目前这个我还不清楚。
想法找出头，接着喝。哎呀，孙栋，你刚才可吓死我了！滚！滚！哎呀，孙栋，你这就有点狗急跳墙了。谁是狗？哎呀，孙栋，你看，你说你心情好，有多远滚多远。谁心个叛徒！哟，哎，丁主任，哎，干嘛呢？看热闹呢？没，我刚到，我刚到，我跟您商量那个体能训练的事儿啊，体能训练啊，哎，正好陪我练一会儿。哎，我缺乏锻炼，我缺乏锻炼。哎，你别，现在资金对我们可是太重要了，这笔股权对于汉中集团也非常重要。说句不该说的话吧，这种时候你就不能再和杨柳较量了。这怎么是较量呢？啊，我是在谋求合理的对价。小静，哎，给华尔街的达摩产业报价15亿，人家报价4亿，我们报价15亿。我让你报你就去报，简杰可是知道这笔法人股的分量和价值的。Gene, you're right. What? The offer from Liu Biding came? Yes, 1.5 billion yuan. 1.5 billion? No, no, don't pay him any mind. Wait until he's totally clear-headed. So do we need to meet Liu Biding? Yeah, that's necessary. If not only for curiosity, I would also like to meet this grassroots hero. Okay, I'll go prepare now. Good.孙和平住进宿舍后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违规活动？没有，没有。丁主任一直盯着呢，说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那孙和平是认赌服输，死心了？不可能啊，他可是孙和平啊。情绪肯定有，据说是一直盯着墙上你盯的那些历史照片运气呢。田野有没有来过？田野没来。严哥辉来了，又让孙和平给骂走了。骂走了？啊？为什么？那严哥辉想两头讨好呗。他们都谈什么了？没谈什么实质性的内容，竟是一些扯淡的话。让丁主任盯紧点啊！我觉得孙和平不会这么老实休息。哎，今天还真老实了。听说约着那个马姨啊，吃饭去了。马姨？嗯。孙和平约马姨干什么？是诉苦爆料吗？没事闲的呗，精神空虚，极度空虚。不可能啊！以我对孙和平的了解，他的精神永远不可能空虚。那怎么能不空虚的？他天天在公寓里头弄一沙袋，打来打去的，没完没了。就当你小心，你别哪天成了他的移动沙袋。不是跟你吹牛，要说打拳击，我还真不服他，指不定谁赢呢。我这咔咔天天练着呢。好好好，别逞能了，你把年纪了，你还咔咔练呢？你这个，你说马姨跟孙和平会不会搞上对象了？他不是和钱平有点意思吗？啊，那钱平一直帮他照看孩子呢。钱平对他女儿啊，是比亲妈还亲，这两个人看上去有点意思，但是不好说。哎呀，我是真希望咱们这个孙董呢能早点成个家，过上正常日子。就他这种人，他就是成了家，他生活也正常不了。不是周导，就你这嘴啊，你怪不得孙和平整天想揍你。跟你说，我们那食堂的就是猪食。要不再给你点点别的？不用了，你也吃啊。我不重要，不过你这吃的像是刚从牢里出来呀、啊。我从牢里出来，放心，不能够。我这遵纪守法，以身作则的，进不去。要进那也是刘必定进。丁主任，你这盯得挺紧啊！我这约个会你也盯。不
孙副主席，盯谁也不敢盯您啊，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们来吃饭，这儿的菜好吃。那好吃，来来来，坐着一起吃。您千万别客气啊！我跟你客气个屁！你赶紧吃去吧，啊，离我远点，行不行？好，我求求你们了。好好，走走走走走。特务，大特务。帮我盯着点。丁主任，您过来，来。这孙总说你们集团这饭不行。是吗？嗯，你看都给吃拉肚子了。哎呦。不过这样你也要去看吧？我还是给他找点药去吧。嗯。这我都料到了，他们就奔我们账上的钱来的，尤其是刚兑换完的那三个亿现金。可给我顶住了，你甭管集团人说什么，财务不能换，钱不能动，杨柳树也不行。但集团的那财务让我们交出财务账，他们没这个权利。你知不知道，你这调过来没多久，杨柳和周道不会把你怎么样的。现在能和他们顶一顶的也就是你了，建平，你可记住了，你这替我在管家呢。知道，我知道。顶不住的时候，你找老书记商量商量啊，听听老人家怎么说。那这事不瞒他了？不瞒了。行。对不起啊，对不起，那就让你久等了。不是我说你啊。你跟你那两个老同学真的没法比。我哪点比他俩差了啊？我哪比不了？我还给你做过汉大名单呢，他们谁给你做过？马姨，我跟你说，真正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就只有我了。简单是硬装出来的。你让杨柳和刘必定装个汉，哼！你既没有刘必定的绅士风度，也没有杨柳的长者风度。这刘必定，他有啥绅士风度啊？他，嗯，大学时候他食堂抢饭的第一名，那你肯定第二名。错，我经常和他并列第一。看那杨柳，您看看啊，他那啥长，您点啥？他那叫虚伪，你知道吗？你上学的时候学没学过一篇课文，叫那个《披着羊皮的狼》，说的就是杨柳这种情况。那你呢？我。我那是披着狼皮的羊，善良着呢。喂，田野，等你电话呢，才打过来。等一下。哎，兔子。什么兔子？丁主任。孙总，严歌辉回来把情况跟我说了一下，我去了解了一下情况，集团确实有跟我们抢盘的想法，最起码在高层会议上说过这件事儿。你现在在哪儿呢？我们最好马上见一面。你方便吗？我方便，你说吧。我去找你。出去。他人呢？我说你拉肚子有点严重，可能得去医院。我让他们回公司取车去了。高，实在是高。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今天不是请我吃饭，你这拿我当幌子打掩护。这不没办法啊，我有点事先撤啊。嗯。你想吃什么你就点，我跟老板说好了，报我手机号，欠我单。老于，那个杂志社的兄弟姐妹吃了没？没吃的话都叫出来吧。
对，在那个老地方酒馆，我请客，好，赶紧来啊。老马，你这吃冤家呢你啊？我这不是让你交点掩护费吗？行，算你狠。拜拜。Jean, Liu Biding invested $1 billion into Hongxing, but our bidding is only $400 million. Isn't it a little low? Is it even fair? Is a sheep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a cliff entitled to play fair with a wolf? Aren't you afraid the sheep will run away? No, I'm not afraid. No one's going to save this sheep from Sun Heping. But will Sun Heping really fail? You did say he looked like the Monkey King from Chinese mythology. Yeah, sure. Still, though, even the Monkey King does from time to time get crushed under the Five Finger Mountain, right? 天爷，怎么回事啊？我听严哥辉跟我说，那场办和车间那个撤走的沙发和椅子，有的给搬过来了。你是没看见呢，你还是不敢管啊？这不是非常时期吗？一项规章制度我不在就不能执行下去，那叫啥呀？那叫人治。 你回去赶紧给我开会，重申厂规厂纪，违纪者一律按规定处理，甭客气。这好嘛，严格辉可能有些情况没跟你说，不少人告你呢。严格辉跟我说了，一些社会处理的工人干部看见机会了，是吧？所以我们不要激化矛盾，这点小账咱以后算。这可不是小账啊，一支队伍必须令行禁止。那有些同志说你对集团也没有令行禁止啊，这两码事儿。我们北极本来就不属于集团啊。 他们不知道吗？树倒猢狲散，这老话说的没错。孙和平一离开平州，这矛盾立马就暴露出来了。这告状信一封接着一封，那是风起云涌。 你少夸张，什么风起云涌？这不还是那几个老上房吗？是啊，这老上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这孙和平他也太狠了。狠什么？不就是撤掉一线分厂车间的几把沙发椅子吗？怎么你还想借这个做孙和平的文章啊？咱们都应该向孙和平学习，公司下属企业的沙发椅子该撤就得撤，你工作的地方那么舒服干什么？ 那都撤了。你少跟我贫啊！我说的是车间，又不是办公室。孙总，二分厂的老刘跟我说，这里面有一个是对下面干部信任的问题。办公室一透明，生产线上的员工分分钟看见干部在干啥，不是好事儿。我知道，那老刘在办公室摸人家女工腚，让大家都看见了，是吧？ 摸腚我不清楚啊，你最好调查清楚。你说是不是该把老刘从现在岗位上换下来？老刘，老流氓啊！回去我给他外派出去，派个艰苦的地方。行，田总，我暂时不在，你得给我挺住了呀！你啊，你快点结束卧薪尝胆吧，我想死你了！你快回来吧。我也想回来啊，哪那么容易？这杨柳浩克不会轻易放我走的。 咱们是不是把孙和平该谈谈话了？就今天吧。今天？嗯。着什么急呀？再晾晾他呗。这才几天呀。见好就收吧，别晾了。晾时间长了，晾出意外了，他可是孙和平。哎，行吧，省得他天天打着谈恋爱的旗号，大搞什么秘密活动，是不是？就是。 谈话的时候要注意策略，和风细雨啊！和风细雨，对。那我们也得表现出我们胜利者的风度吧？还有领导风度。那他要是非得和我进行拳击比赛怎么办？怎么还怕了？我不接茬不就完了吗？不接茬，不接茬。嗯，行了，准备准备。今儿就去。
哟，练着呢。哎呦，领导终于想起我了啊！这不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挺好？你还为新的工作岗位做准备呢。是是是，我这不给员工体能做准备吗？哎，对这个环境还满意吗？满意，这领导战斗过的地方，满意，能不满意？哟，这什么东西啊？啊？哎，这我写的检查没写好，就窝这儿了。态度不错啊。哟。这就是传说中的汉大三巨头吧？啊，哎呦，孙和平，就你这样还巨头呢？不算，我不算，真正的巨头只有咱们杨书记，我就杨书记屁股后面拎包了。选择时的执着，不顾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太多命案中的较量，谁能掷地有声地确定了方向？就算理想曾被深埋，有梦怎会轻易掩藏？勇敢去吧，迎着狂风的怒吼，别再理会荆棘和沙，呼喊着吧，心中奔涌的热血将桎梏挣脱再释放，那昨天的自己，浮沉中的自己，向命运向前去吧。